谢谢。大家里面大家好哈。咱前面只长官嘛真疲劳，嘛大家好哈。啊，这矿石博爱园区要整体开发，唔知要好还是要倒，也讲唔知。但是吼，你若讲要开发，是嘛是真欢喜啦。但是呢，后面阮的周边的里面的影响，咱只长官你敢知影？唔知吼。顶天恁的施工拍纤维啊，迄、那个卡拉机也是讲在电灯阵，东北季风风真大哦，拢透来伫阮的八十四巷的面头前遮哦，恁拢无喷到水哦。恁毋是讲环境讲要偌好拄偌好吗？讲的是拢真好听，但是做的拢减一半。啊，我希望讲八十四巷以后开发呢，大卡车上好莫对阮八十四巷来，因为顶天恁的大卡车很多台吼，八十四巷都在卡住嘛，因为八十四巷差不多。差不多200多公里，还是100多公里啦吼。100公尺，200多公尺啦吼。迄、那个出口几个出口，恁知影无？差不多10个。人口济哦，100多公尺都出口都，啊，搁恁大卡车呢？迄车进出吼、哦，都在塞车，很危险。小孩子吼、哦、都要。走到那公园去哦，大卡车都震动很厉害。我们住在旁边哦，我们那个房子周边的房子大概差不多40几年了嘛，那个基地都很浅哦，差不多2尺左右而已啊。大卡车走过去的都震动很厉害哦，所以我拄好讲，唔知要好还是要倒，反正我咧有事先倒嘛不一定。所以恁爱评估，最好84项。大卡车不要进出，我希望是这样。然后呢，柯市长、柯B呢，伊嘛拢骗阮的里面呢。安怎讲呢？迄栋平民自旧年就讲，到即摆要讲，讲年底要讲，讲到即摆拢无讲。106年讲年底要讲，到即摆无，即摆偌济啊？107年。恁做的是拢是恁的利益，阮都重要嘛。阮的诉求已经看求诉求几届，恁家己讲咯。上届无，也拢差不多20-30届有啦。啊，恁嘛答应讲啥物讲？有啊，换一挂议员嘛讲啊，讲年底落去要讲掉啊，啊，敢当有无？无嘛，讲话拢欺欺骗骗。反正咱的市民，大家拢真可以嘛，真好骗。你嘛甲伊讲，哦，开工是真好啦，毋是讲毋好啦。但是讲的话拢爱做较到，毋好安尼。对这里面哦，啊，恁有重要拢要先做，啊无重要拢甲拨一边，安尼敢对？毋对嘛。哦，我希望讲，平民迄栋哦，较紧甲讲讲下，毋好搁放倒遐，真歹看。大家里面拢在问，奇怪呢，啊，迄栋囥啊是要创啥？是咧囥迄种诶，是哦，啊无那咧拗臭臭，大家里面拢在问，所以希望讲吼，咱即政府吼赶紧处理，吼、哦，啊，你不要说说笑笑，我希望讲恁八十四巷大卡车不要进来，我们房子吼、哦、已经拢会摇动哦，顶天。走几下大街吼，我甲看夭寿。我住二楼吼，很震动，很厉害哦。希望吼那个84项吼不要走。好，谢谢。好、啊，谢谢啊。那个在回应大型这样进入动线规划之前，我们请那个我们头人、哎、那个三哥敏成，你跟这位那个高先生。回应一下那个平房拆除的那个题材，先跟那个大家说明一下啊，我们那个
其实那一栋平宅的拆照，我们在九月的时候已经办理拆照。那因为我们现在在办理那个招标文件的部分的上网的部分，哦，那现在正在处理上网的部分。那如果上网部分如果顺利的话，它其实大概应该是一个月内就可以把它拆除完毕。那之前是因为它还有一些产权的部分，它是社会局的产权，那这个部分我们都处理好，所以我们拆照已经取得。那现在是因为在处理那个有关那个招标文件的部分，不是说我们不处理，哦，因为这个还有一些就是我们招标文件上面需要做一些那个发包的部分的那个，那因为这个又跟现在的统包厂商是分开的一个标了，所以说这个部分我们是另外做处理。好，反正我们尽快把它处理掉。那另外那个统包商有关那个大型车辆那个进出那个，因为图上有，然后他们一直讲那个84项不要进出，你依照刚才那个图再讲一次。我回应一下，我们这个福德街84项，我们是严禁。我们的大车是像以前那种土车、拖车那种大车，那大车其实大车要转到84项也是非常困难，因为这个我们整个大道路96项的路宽是5.2米，然后福德那个林口街38项的路宽也是大概是5.5米、5.6米左右，5.6米左右对一个大车进来要转到这个84项，其实它也是转不过去的。所以说我们基本上我们的大车包含一些以后我们出土的一些拖车，还有用板车载怪手啊，或者是我们要载钢筋的那个拖板车，那个车长都将近都是10几公尺，它的大车我们都会限定它从大道路进来，然后从38项这边转到我们低标跟一标的工区，然后从96项这边出去，所以说大车是不会进到这个84项来。而且目前因为84项福建84项是蛮小的一条，他大车如果转到这个福建84项，其实他出不去的。但是我们前几天哦，很多台哦，我们都在塞车哦。我知道，但是因为我们前几天我们都还没有去那边施工，我们目前有施工就是2号的时候，我们把这个我们的工地这边一个小角，因为要装临时店，台电他在今这个明后天的晚上要做临时店的挖掘，所以我们把这个围墙有开一个小缺口，那时候我们都是用小车在那个，而且我们如果李明发现因为我们进来的时候，我们都有水车在这边路口洗车，然后跑完他洗周边的道路，我们都有一台水车会。前几天都没有，那灰尘都很多哦，都灰到我们到南边啊，东北季风，那你们在东北哈、哦，在敲对不对？风吹过来，那烟都很大、啊。后来有了，后来哦，打好了后，你们在水抽再放在旁边而已，给我们看而已了，没有，我碰水了，欺骗你们了。高先生，这个哦，真的抱歉，我们会改进的。那我们，我们会实现整个大工区的计划。我不讲别啥了。以后哦，我们这整个大工区是一个大工区的理念啦，好，那我们会把我们自己 A B C D 会自律，就是按照今天环评所做的承诺事项来做啊。那个如果各位里民，如果你对我们在施工过程中有任何意见，我都非常欢迎说，我们因为我们公所就在里面，可以到我们这边来指正。如果我们还是像这样，你要不理你来怎样，我们还有督发局长官，还有很多单位会来监督我们。我相信我们这大工区整个五标里面会完完全全来遵守我们环评的承诺事项来做，请高先生放心。那可能一开始在这磨合期，我们可能会忽略了一些地方，但是我相信我们会越做越好。抱歉了，抱歉。没有，没有，没有，我。